什么一次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吧，对，一个半小时。这个礼拜是礼拜五，礼拜天没有播吧？忘记，对，是这样子的。今天下雨耶，傻眼。但听说明天又会回温。Hello， 田中豆梨王。Hello， 家树。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林。我的毛怎么这么炸？周日习惯性的开播是什么意思 ？Hello， 什么意思？期待周日习惯性的开播是什么意思 ？Hello， 大家，晚安。我要来玩特效。你用这个吗？毛毛的。Hello， 志宏。Hello， 燕子。Hello， 易凯。晚安。忘记放音。我这几天一直在看《康熙来了》，好好笑，很好看哎，很有趣。哦，很容易习惯性的打开，是不是？Hello， 玄阳，搞错了直播室，对，不知道在干嘛。谢天佑的梦幻星座 ，Hello 明晶 ，Hello 社长 ，Hello 志祥 ，Hello Jimmy。我要来随便播了。OK， 这是广告。确实。Hello， 谢谢天佑的梦幻星座。Hello Tomo，Hello Bro，Hello 幻影战士，幻影战士今天没改名哎，好难得哦，是蛮难得的。Hello。Hello 副委，谢谢 Sparky 的告白气球。来不及改吧？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吗？忘记改了哦，原来如此，就忘记了，不小心用本名登场是不是？啊，没心情改，怎么了？为什么呢 ？Hello 博哥。和组员唱情歌，你说那天唱歌的时候吗？有啊，随便点的。Hello 酱油派，晚安。唱哪首情歌？忘记了，蛮多的吧。情歌，忘记了。误打本名，对啊，我记得我知道你的名字。但你不是平常不太会改名？
有可能还可以改，是因为阿孝贤不是他们每次都说他九点才下班，所以只能这样子，不然我也不知道。嗨，小明 ，Hello， 晚安。Hello, hello. 我要跟你们分享昨天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们昨天排了培训，就是老师排了练习，可是昨天不是放假嘛，就大家都放假，所以公司也没有人上班。可是老师可能就是忘记说昨天放假，然后没有意识到啊，公司会没有人这样子。然后呢，他也忘记接公司的钥匙，所以因为我第一个到，然后我就先上楼了嘛。我也忘记昨天放假，不是自主练习，是培训。就是训练，就是老师排的，什么东西？对啊，对啊，忘记了。好，我忘记去还钥匙了。好，没关系，反正就是，哎，对，好。然后呢，反正就是老师也忘记接钥匙，然后我们就没有钥匙。我第一个到嘛，然后。我提早了半个小时吧，我想说可以先去练习。然后呢，就到了上去之后，楼上超黑，我想说怎么那么黑，然后才想啊，对哈，今天放假，就公司都没有人。然后那层楼真的很可怕，就是完全黑嘛，就没有人。然后我就下去楼下，因为祖祖在楼下吃饭，然后我就去找他。然后呢，我们就等了一下，他吃完之后，好像过了十几分钟吧，就是上课前15分钟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上去，然后上面还是没有人，所以我们就坐在公司门口在聊天。后来人陆陆续续来了之后，所有人上来就你们怎么在门口？就说哦没有开门啊，所以我们就问了老师说，老师我们在门口了，你快到了吗？就是因为没有钥匙可以进去嘛。然后老师就说公司没有人吗？然后我们就对，没有人。他说完蛋，然后我们就知道啊完蛋。Hello 黑流星 ，Hello 坤坤。广场练习那么还没有，然后反正就老师就说啊他在楼下了，等我们一下，这样就他就上来，然后我们全部人就开始对看，他说哈怎么办，没有钥匙进不去，没有办法练习。然后我们就开始打给第一个问的是诗雅，他们诗雅你在哪里啊，他没有接这样。然后就啊对，他一开始没有接电话，诗雅一开始没有接电话。然后我们又问了，我问了泪姬，然后是谁啊，瑞婷问了七七，然后我们就问，就七七说他不在，就也不在家什么的，然后泪姬在直播。然后我直接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傻眼。对，我昨天打，然后老师还一直以为我就是接电话的是陈诗雅，因为他以为我在联络诗雅。我说没有没有，后来因为我一打电话，然后泪姬第一句话是干嘛，然后就很好笑。然后反正老师还以为是诗雅接的电话才会这样子回，就我就啊没有，我们在公司，然后没有钥匙。对，是我打电话过去，因为我不知道他在直播，然后就啊对不起。然后他直接傻眼，后来我们就传讯息他怎么办，然后我就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去找你拿钥匙吗，好像也不太可能这样。然后我们就在公司又待了一下子，
然后后来是干嘛？哦，我们后来又再问了一次诗雅，然后诗雅就也说他也不在家，所以就没有人可以来开门这样。想了一下，不好开门，对不起，太好笑了。然后反正就老师已经开始在找，就是可能东区哪里有没有教室可以临时借这样，然后就在那边找。我们还差点跑去隔壁公司借教室，没有。然后就后来我们就待在门口，还好只过了一下下，可能十分钟吧。突然有一个公司的姐姐，她就打电梯上来，然后就 ，Oh my god， 她是我们的救星，开创新的门是想怎样夺贵这堂课？对，然后就反正就是，是喜欢音乐的姐姐，然后就来，天哪，她就傻眼，然后说，你们怎么那么多人在这里？就我们要培训，可是没有门没办法开这样。他就一直在笑我，很呛哎。但后来还是顺利练习了，就是没有 delay 很久，所以还好。Hello 微如 ，Hello 宝问题，这样回不意外，太好笑了。为什么瑞婷？什么瑞婷有钥匙？哈？什么瑞婷有钥匙？没有啊，没有瑞婷有钥匙啊。我们在等你。没有，他就傻眼，想说我们一堆人堵在门口的，流落街头是怎样？我们还想说，还是去旁边，就是什么打给瑞婷，瑞婷在我旁边，我们一起有练习。一堆人没钥匙，对，然后就被关在门口。可是我蛮常被关在门口，应该你问蕾姐，蕾姐也很常被关在门口，因为就我们比较早到，可能有时候有什么比较早的活动，然后就公司没有人，然后我们就不小心太早的话就对，然后我今天忘记去还钥匙了，明天要记得。一堆人堵我，超好笑。Hello， 你是谁呀？你是谁呀？什么打给瑞婷？我说瑞婷在我旁边，她打给七七。你不要听到瑞婷就在那边乱。Hello， 马吉二号。Hello， 你是谁呀？喷个头啦。Hello， 林一神推。Hello， 丁丁。Hello， 师徒晨晨。不要在那听到瑞婷在那搞什么。对，反正就是这样，蛮好笑。你还没消气哦，你又在生什么气？我发现这个可以打开，好酷哦。我礼拜日哪有不理你？我明明就有跟你说嗨。跨队练习无什么？不是哦，就只是有这么一个练习，这样。作业写完了吗？没有作业。突然，后面都不理你，哪有？那一定是我没有看到。Hello， 思源。什么东西啊？不去学校就没有作业，不是好不好？就是没有作业。但我明天好像有什么
什么三年级要干嘛宣导之类的东西。半小时都没看到，我有看到吧，我有回吧，我也不知道， I don't know。 在厨房吃播中，真的。嗨，你是谁？告诉我你是谁，一直呼叫我。我什么时候变007了？好吗？对不起嘛。游刃有余，哈，你很烦呢、欸。你们都觉得我不能毕业是不是？不能毕业的不是我吧？哎、欸，我至少是还有在认真念书这样，还有在乖乖上课。四个头 ，Hello 游戏游戏 ，Hello 草莓酱。你是麻油认证哦，我知道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样比瑞婷多吗？哦，谢谢。但是你听到瑞婷就高兴是事实，不是吗？是不是？好了好了，谢谢你嘛。果果都能毕业了 ，really OK。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他可以毕业？什么四个怪人 ？Hello Hello， 果果在找你了。哦、你在他的抽屉里吗？贝贝，你吃那个什么臭臭的东西，在我也想吃，太可爱，跟果果一样是哈哈，什么意思？果果不是大学生，我们都是高中生，高三哦。007的配乐是什么？噔噔噔什么的？哎、欸，007的配乐是？其实我不知道。你在他鞋子里 ？Oh my god！ 那可能旁边有 Bruno， 在鞋子里是哪招啊？我们的主播在吃播哈。Hello 一晨 ，Hello 米酒 ，Hello 玉超 ，Hello 楚雄，晚安。主播，你的头要在境内啊。狗狗不吵，对，他今天有点乖。我要统测吗？不告诉你。说要结束。好吧，等你回来。难得 BB 很安静，对。BB， 好可爱。也无法反省，对啊，因为我要转学。在我床上吃，对，那个有点臭，那个是什么什么，有一种鱼味的感觉。James Bond， 棒棒，哈。那是什么？007的音乐吗？今天好乖，对，因为有吃的东西嘛，所以就比较乖一点。推特没有哎、欸，推特是好像没有哎、欸，没有没有在看。而且我前几天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扑浪，不是不是前几天才知道，是哦哎、欸，就是昨天哎、欸、前天。前天，对，我才第一次看扑浪这个东西。我是一个没有跟上时代潮流的人，收不到消息。什么消息？什么消息？你说你收到有点心情不好的那个消息吗？冰冰，你吃相很丑哎、欸，他吃相好丑，好好笑。哦，宣布毕业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没关系，你还有零节可以看，嗯，这样是对的吗？虽然你听过，哦，真的吗？原来有人跟我一样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因为我被布丁说，天哪，你还没有跟上时代潮流哎，太好笑！天哪，哦哦，哇哦，你是白兼美的推啊，是吗？你推的前辈是他吗？嗯嗯，神推哇！可是说不定他毕业之后也可以发展的很好啊，对吧？不要难过，不要伤心。认成我吗？认成我，认成林姐我还可以理解，认成我吗？真的。听说林杰之前什么带他弟去，就是有那个 NMB 剧场那个照片那个地方，然后他弟说：“哎、欸、啊你的照片怎么在这里？”这样子的东西也去不了，对耶，也没办法出国是吗？跟他拍 MV 时，嗯，你跟他拍 MV， 拍 MV 是什么概念？什么意思？Hello，Hello 君燕 ，Hello 钟颖。Hello 天天 ，Hello 命 ，Hello 燕。的推一年没了是、啊，哇哦！不要伤心，最近一篇文，我现在没有手机，等我一下，等一下找。007的爱车，好，好 ，BB。去圆山看哦，给我就好了。九段还是第一男主角。这个吗？这个很像我吗？这个吗？哎，等一下，它也有特效。这个很像我吗？有吗？好吧，那我应该要很荣幸。好的，谢谢，谢谢你把它认出来。哦，像像吗？像吗？搞笑啊你们！忘记改时间，没关系。这礼拜的下一次直播是礼拜五的晚上，也是8点哦。90%响，真的吗？好，我好荣幸。冰冰在干嘛啦？你很奇怪耶，宝贝，顾一下形象好吗，宝贝？宝贝，你没有形象，你看你现在一头乱发。一头乱发、啊、好可爱，好可爱。不，没有，没有，没有。前辈很漂亮，像、哦，真的、哦，害羞。眼镜不用走背，对对对，好像是这样子。好呀，是插脖子还是插？好呀，身高的部分吗？不要再闹了，就是不是这样子？
手上星巴克，对，我不喝星巴克，这样是吗？我买不起星巴克。走开，有酒蛋。谢谢点的告白气球。吃完了。年前我上次喝星巴克，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可是我喜欢喝新冰的，什么摩卡可可之类的东西，价格太高，对。我喝咖啡都喝便利商店指甲够了啊，这不是又不是第一次给你们看到，我上次有跟你们分享过。再说我指甲 OK， 缺点就是贵，但其实我也不太挑饮料好不好喝这样子。我还是喝哦，但奶茶我会挑好不好喝，早餐店奶茶我会挑。什么又长大？你认错正常。好，路易莎吗？我好像没有自己买过路易莎欸。路易莎是口哈推荐什么什么欧姆蛋口袋什么起司欧姆蛋之类的东西吧。哎，吓死我了。Hello 笑笑，腹泻专用，哪有？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其实我喜欢那种奶味比较重的那种。可是奶茶还有一款那个便利商店很好喝的是那个饮冰式的，饮冰式的就是奶味比较重，还是比较甜，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些就是只加一点点奶，然后那个茶太多，就是那个比例不对，就有点还好，不太喜欢。但我喝早餐店奶茶不一定会普普。Starbucks， 对啊，对啊，Starbucks， 对啊。好了吗？现在还要卡吗？住的是不是？
张 BB， 你又想作乱，妈咪，你要帮他戴口罩吧。他想要咬你的什么东西？为什么我的留言不会动？我们赶快先去果果那边签个到吧。有，对啊，你们有留言啊，我看不到留言是这样，我在这里看。嗨，各位。这里有什么一个洞？好了，没人留言吧？有啦，可是我这里没有在动，我自己的没有在动。有了，动了。Hello 一城 ，Hello 夜空 Sky， 没有一次爆发，他直接空了中间的留言。搞笑吗？有看到了，看到了，有留言了，现在 ，Hello， 他上面中间有一段没有，但我有看到 ，OK。Hello， 叫元宝，偷嘴小宝没看到，有吗？你有偷嘴我吗？没看到。我在擦发油，因为我的毛太炸了，我直接炸掉。没对嘛？我就说我没看到，在那边闹。甄选影片，什么东西啊？我扮鬼脸，那是什么？甄选影片，我扮鬼脸，不是，也不是爆炸头。多久没洗了？一个小时，我开播前都会洗澡，变成一个习惯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开播前就会洗澡。你看，差很多吧？等一下哦。我突然帮他戴口罩回来了。会洗脚吗？废话，你洗澡洗不到脚是不是？你是倒立洗的吗？把最干净的鱼鳞什么意思？只是因为我觉得我开播结束就已经很晚了，所以我想要先洗好，然后我结束就去卸个妆，我就可以躺在床上，这样不是很舒服吗？什么家暴现场？那会洗手吗？请问你洗澡不会洗到手吗？你怎么抹沐浴乳的？用脚吗？在干嘛呢 ，Sparky？ 看完，反正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么晚，弄到那么晚。我的晚间时刻需要躺在床上耍废。我最近在设计新的签名，没有，其实不是最近，是刚刚下午的时候在设计新签。在我不要洗舌头是怎样？洗舌头也是下播？没有，我刚洗澡有洗舌头，有刷牙，刷牙就刷牙，洗什么舌头？
谢社长的质朴的守护灵。傻呆问题，可能刚刚问我的那些人洗澡都不洗脚跟身体跟手，那洗澡到底在干嘛？ Hello， 嗨小兰， Hello 小泽，什么脚？哦，小兰。我很满意这次剪的刘海，不知道为什么。洗澡都在思考人生，我洗澡都在听歌，不然就在最近洗澡的娱乐是看康熙。我是那种一喜欢上一个东西，我就会那一阵子把它看到腻为止，这样。所以我最近在看的是康熙，这样。自己剪吗？对啊。Hello， 只想赶快洗完吗？有的时候洗澡其实不是我不想要洗的快一点，是就是可能那个润发乳要等，有些润发乳要可能待个几分钟，然后不然就是用那个染色洗发精的话也要等，就是要等个十分钟以上，它才会过色的比较漂亮。虽然还是不太持久，就是可能维持个两天，像你看我前几天洗的又掉的差不多。对，但就一定得要等它，所以我通常就是要用补色洗发精的话，我就会先洗好头，全部弄好之后盘起来，然后才开始洗其他的地方，要很久很麻烦。谢谢小兰的花枝精粹。有的时候会偷懒，像我今天就偷懒，我没有用，我今天没有偷懒，我今天有用护发。我之前都有的时候偷懒就没有用护发，就可以洗得很快，洗得很麻烦。对呀 ，Hello Vivian， 谢谢点的幸运事业场 ，Hello， 晚安呐。吹头发就可以很久，我觉得吹头发，对，蛮久的。那就是刚剪头发的时候，不是直到这吗？就会吹得比较快，其实真的有差。可是我最近又想留长一点，就是一个很矛盾，就是留长之后想剪短，剪短之后想留长。可是我觉得，因为挑染跟我想要的那种波浪卷是长发好像比较好看一点。Hello， 艾斯，谢点的小仓鼠车车，谢中你的枫叶，轻松洗无负担，一定洗很快，随便抹抹这样是不是 ？Hello， 熊熊，感冒了吗？没有，过敏。晨晨吹头发应该赢你了，对。他现在，好像比较短吧，现在比我的短。今天好冷，对啊，现在18度，我的冷气机上面显示18度。我每次变天就会过敏，对，好像是因为变天，一定比我短。他之前比我长。现在好像在这吧。Hello， 简简，也很方便，对，羡慕。怎么会冷？我是电暖炉是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喜欢看的综艺节目啊？其实看综艺节目是为了练 MC， 但是虽然不太一样，但是还是可以看一下主持人在干嘛之类的那种东西吧。你们有什么喜欢看的综艺节目吗 ？Hello， 罗喉，因为你不是女生啊，谁说也有男生留长头发的，很漂亮，对吧？国光帮帮忙，不太我看的吧？我看就是不知道，会有一个刻板印象，是这样子。
觉得台湾很多节目都喜欢开黄腔，就有点哦还好这样，没有说到特别喜欢。可是我觉得，因为哦，我现在在看那个《康熙》，《康熙来了》，把以前的看一看。木曜四超完我有看，《康熙来了》我有看，《黑社会》也不是我想看的那种吧。《少年特工队》是什么 ？Hello， 阿华，你们有觉得什么哪一组前辈的 MC 很好的吗？是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比如说前辈之前表演的片段，我说 AKB 的哪一个 team 的 MC 比较什么值得学习之类的吗？嗯，哦，66哦。全明星运动会不算吧，综艺节目。对 ，Hello 罗杰，Hello CJ1103， 嗨，晚安呐、啊。为什么突然没有人理我 ？Hello， 各位，有补谁哟？Hello， 陈恩，据点，你据点我，你为什么据点我？哦哟，理我嘛？没有推荐的，是不是？你在举哑铃，你现在在举哑铃，你刚发我洗澡卡，然后你现在在举哑铃。没有人要理我，好伤心。来想想还有什么好笑的。健身房可以洗澡 ，OK， 好不 ？Hello， 一晨，还有什么好笑的 ？AK Bingo 跟听吧的节目哦，节目的旅游哦 ，AK Bingo， 我有去看一些片段而已。开一个节目嘛，我有在想哎，就是。不管是不是官方的，就是自己开个可以用的那种综艺一点的节目，我想要试试玩玩这样，因为我很想要跟大家一起玩游戏哦。《城市降旗》我有看，我有一阵子好爱看那个，很好笑哎、欸，好好看，我好想上那种节目，我也想要就是上节目然后去玩。蹦极什么鬼，太可怕了吧，那个要等我老一点再去，我不要现在去玩那个，等哪一天我想要体验人生的时候我去玩一下。Hello 一姐， Hello 爸爸，城市降旗很好看，老了就没胆了，我现在也没胆好吗？不要这样子，不够，不够，还不够，不行，这样子，不要这样子。看美玲挖雨林的糗事，哦，为什么不是我挖他的呢？哦，
可是我们玩城市这样其实有点危险的感觉，不知道会讲出什么鬼东西。可是我们没有那个东西啊。啊，去买那个，现在不是有一个耳朵，然后什么什么说谎它就会动，还是怎么样的那种那种东西吗？就这样子的东西吗？危险起来就是好笑，是不是？等一下，测谎仪器，来看一下。测谎机，哦，就是那种啊，手放在上面会电的那种，是不是？299，299，测谎机，对，都是那种电机的那种东西，就是这个。299，他又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说谎。简易版是什么？测谎 APP 耶，有测谎 APP 耶，好酷哦！这怎么测的？好酷哦！看一下，它的原理是什么？假的吧？好好笑！他说，底下有那个评论写说，我觉得这是假的吧。上次我说我妈是女人，他竟然说我说谎，到底白痴哦、喔！长得很像你喜欢的女生，擦身而过，不确定是不是本尊。等一下，你喜欢的女生，你认不出来她是不是本尊吗？还是是什么喜欢的偶像之类的，喜欢的明星吗？多元成家，那他妈没有告诉他她不是女生，不要这样子，好好笑。他这个局部了十年之久，结果被一个测谎仪戳破了。Oh my god！ 啊、哦，蛮大众的，原来如此。但通常我不太会鼓起勇气去认人，因为我上次就认错，我很容易认错的，不知道在干嘛。而且尤其现在在外面戴口罩，戴口罩真的超容易认错，就是可能有些人只是眼睛很像，然后发型一样，就那个是谁吗？然后我上次真的在路上，然后看到一个长得像超像蔡雅恩的，可是他旁边站了一个男生，我想哦那个应该不是，可是他真的长得太像，我就这样盯着他看，超好笑的。我的问题吗？不是，好不好？但我们成员在路上都很好认。成员就是有一个独特的日系穿衣风格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蛮好的。就是熟了会知道人家常穿什么衣服，然后就会哦，秘密的秘密被发现了 ！Oh my god， 爆料不是啦，没有，因为那个人有很疑惑的眼神看着我，想说这个人为什么在看我的这种感觉的，不是啦，是吃春酒那一天结束，然后在路上就。那个是吗？应该不是，因为妹妹那时候已经走了。穿制服的粉丝是怎样？一来就有八卦听，不是好不好？旁边是面包是怎样？是怎样？不太认不太出诗雅，不敢认。就算会有人把我跟诗雅认错，我也有点不理解，但是蛮好笑的。
影分身只是平常不想讲，他是最好可以十分钟之内换衣服啦。但二姐、啊、没有，好不好 ？Hello， 喜乐库玛，怎么把我认成是？不是你啦，不是，我不是在说你，是谁呀、啊？李梦纯还是谁？反正 A 组的，我那时候站在他旁边，就刚染新头发之后，在他们旁边，然后我在打哈欠，就哎。赵丽，我刚以为你是陈思雅，差点要打你。我想说，差点要拍我还是干嘛的？就这样，哎、欸，陈思雅的那种东西，我差点要叫你了，就啊，哦，张雨林。我想说，哎、欸，哪有腿都短短啊？哇，你真的是，啊，不就好险，差点要打你，不是，就是差点要叫我这样。戴口罩真的认不太出来，然后你跟他不熟这样，没关系呀、啊，好好笑，太好笑了。我肚子饿了，所以我现在脑子全部都是我明天早餐要吃什么。我都会前一天先想好，可是通常我很奇怪，我晚上没有吃晚餐，然后肚子饿的话，我早上起来都不会想要吃东西，就是可能是那种过了时间就不会想吃东西的那种东西。可是我现在觉得饿的时候比较舒服，虽然很饿，但是我觉得吃饱就太饱了，我不喜欢那种看到东西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哦，才不哦，原来如此，就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他，这样是吧？看看会不会认不出来？现在嘛，你现在认不出来我是怎样？早上起来不是这样子的，好不好？饿时候没负担，对。可是，就是最近有比较喜欢饿的，比较习惯饿的这个感觉，但我现在很想吃东西。然后我就会很喜欢在饿的时候看一堆那种吃播的东西，就是我之前前阵子有一个一直在看的做菜的一个 YouTuber， 带上去认错的是雅，直接来到诗雅的直播间，这样消失在家，好好吧，拜拜。Hello， 本完美子。Hello， 宏伟，好久不见。其他人在开我直播，最好是，最好是。Hello， 微微。因为不是他的范围，对，那个不是我的范围，除非我哪一天就可能要坐季节去哪里玩这样。陌生的城市呀，是说你那个是什么东西？什么是陌生的城市呀？陌生的城市呀，不是这样子吧？在车站遇到你啊？现在不太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在坐火车的。在可能捷运站遇到就有可能，这样。健身房遇到我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哪有这种事？不太可能哦。现在不会迷路，不会，我会很淡定的寻找我要去的地方，好吗？美仑山，可以忽略，因为我不会去美仑山。美仑山又没有什么好玩的。就只有那个，知道这个吗？我现在好像因为我有带那个惊悚的东西，惊悚米奇，对，就是那个东西。
你在翻火锅看到我那蛮正常的。去买那个，去买烤鸭也蛮正常的。熟悉的场域，很好笑哎，这什么歌啊？太好笑了！不要在那边自创，不要把人家的歌改成这样，好不好？是什么？漂洋过海来看你们，是这首歌吗？还是我认错歌？认错歌，超好吃的啦！我又想吃了，超好吃的啦！花莲的烤鸭最好吃。熟悉的角落里，到底有什么毛病？好好笑哎、欸！一个新曲，真的，你们要十点去，先订就好，打电话订。韵脚一样，对，好好笑。BB， 张 BB， 过来，快点，快点，你要忽视我。没想到预定就到啊，那是你们的问题哦，是你们这样。BB， 要不要过来抱抱？来，快点来，来呀、啊，来嘛，来嘛，快点嘛，都不理我。不会比较便宜？为什么会比较便宜？钱很难赚，知道吗？不要随便想要比较便宜。想吃烤鸭，被口水呛到是哪周？想吃烤鸭，卡比的屁屁，对，那个是，送烤鸭到公司是什么概念？没有连锁。没有连锁，烤鸭，想吃烤鸭，布莱德 BB。那算了，等一下哦，烤鸭。好呀，哦，这里有一家看起来很好吃，哦，一份歇歇，一份歇歇是吗？来看一下，看有没有人推荐哪里的烤鸭好吃。台北烤鸭餐厅实际不是餐厅，去冰半糖哈，烤鸭点去冰半糖是哪招？龙都烤鸭汁，半糖去冰啊，去冰半糖。我不喜欢餐厅的，要吃就是要吃一鸭三吃。加野果太恶了吧！烤鸭肉扁是什么？
要烤鸭，不一样，不一样。一鸭三吃。京城，京富记，京城，龙江万香烤鸭，这个怎么是这样子装啊？而且它的饼竟然给我切个四分之一，烤鸭就是要这样啊！好，吃起来差不多就好了。等一下，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味精烤鸭，味精。为什么要加味精？每一鸭三，烤鸭每三次怎么了？真的？料多，不要学我。料多是哪招？它的饼为什么要切这样子啦？它烤鸭那样装就算了，它饼切那样我真的不行。饼就是要完整的一片。味精，它叫味。金是三点水的那个金，只要皮松饼，它在大同区民族西路，鸭片是厚切，天哪，他讲的好好吃哦，哦，哇哇，好丰盛啊，我的天啊，哇。这家要买全鸭比较划算，全鸭700，半鸭要400。哦天哪，好好吃哦 ！Oh my god！ 而且他如果700，然后是这样子的全部的东西的话，那比较那蛮便宜的耶，对吧？有汤，高丽菜汤吗？那个？大白菜汤，为什么有大白菜汤？其实我不太知道。甜面酱，还有生菜，它还有生菜，怎么会吃不完？吃得完啦！上次我跟……哦，好吧，我们四个人吃，但我们之前四个人吃都吃半鸭，哎，超好吃的，就是要吃全鸭才爽。北投区承德路七段，北投区是不是有点远？哪有一个人点全鸭？对呀、啊，这样才爽，好不好 ？Oh my god！ 虽然我是不会一个人点全鸭，但是这样才够吃，知道吗？半鸭怎么会吃不完？那么好吃的东西。而且你点全鸭，你还可以可能分两餐吃，就是这样多棒啊！哎，好想吃。台中富王是什么？京城烤鸭涨价，他涨价，他说他涨价，所以那个价钱是涨价。哦。这个烤鸭看起来没有那么多汁的感觉，而且它的甜面酱看起来不好吃，还是其实就是这个颜色。它的烤鸭看起来有点干干扁扁，看起来，可是它比较便宜，它在士林区，哎，士林区，中正路395号金富记烤鸭，一个人吃半鸭哦，对啊，可以吧？两个人吃不行吗？太多吗？还好吧。不沾酱吗？也可以不沾酱。我吃皮，也可以，对啊，也可以不沾酱。但是包饼的话，我一定会沾。疯狂搜寻，就是要在饿的时候疯狂搜寻食物。你在饱的时候疯狂搜寻食物，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很饱。然后看到什么就哦不想吃不想吃，那样子很痛苦。对于一个吃货来说，这个时候看吃的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就是因为我现在肚子饿。
空腹吃全鸭，对吧？像我现在就可以吃个半鸭，一个人吃个半鸭，是多饿？肚子饿了，吃起来，它评价还蛮高的呀。好了，它看起来肉蛮大块，对吗？不怕你说 ，OK， 快递给人朋友来吧。不行啊，他已经关了。兔翻鸭是什么？烧味不重，会有烧味。它的烤鸭很烧。哎、欸，这一盘看起来比较好吃哎、欸。你看，同一家，跟刚刚同一家，可是这盘看起来就比较好吃，比较鲜嫩多汁。谢米酒的小仓鼠车车，兔翻的鸭，好冷。哎、欸，不对，这个是不同家的烤鸭哎、欸。而且这家比较便宜，这家半鸭310，全鸭580，可是还是花莲的最便宜，花莲的真的好好吃。你看这只就看起来比较鲜嫩多汁，就是后来给你们看。谢谢小兰的告白气球，新庄，这家在新庄，香之味烤鸭，樱桃鸭便当没有吃过，全鸭480，口味普通哦，全鸭480，比花莲便宜啊，哎没有，嗯，为什么要现在看这个？因为我现在肚子饿。哦，找到一家便宜的了，可是它好少哦。感觉就很饿，他全鸭460，可是他不觉得看起来很少吗？他不然就把那个肉排开一点嘛，看起来还多一点。不懂得摆盘是不是？你看看起来好少。三重区，他在三重，他是鱼记烤鸭，有人吃过吗？这都不远。不是更饿吗？对啊，但是这样很舒服，马上吃饱吃起来。哎、欸，他说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哎、欸。哦，他说半鸭的分量觉得还不错。什么时候去吃？礼拜四，妈咪，我们礼拜四吃这个。妈咪，妈咪。然后点全鸭，现在不行，他们都关门了。整体有点小油，那个不是问题。哈，等一下，他说他的甜面酱不好吃，完蛋了。史上遇过最稀的，而且几乎没味道。Oh my god， 完蛋了，要另购甜面酱。哪里有卖甜面酱？甜面酱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不知道。甜面酱是怎么来的？咸酥鸭，没有吃过吧？我只吃过什么咸酥虾之类的。甜面酱啊、哦，可以耶，另外买一包，通常20块，花莲的20块，我记得花莲甜面酱。谁啊？不知道，忘记了。啊，可是他很推这间啊，好，那就是另外购买甜面酱。好，找一天来去吃鱼记烤鸭，我要截图。截图。哦，这家看起来很不错哎，这家龙江烤鸭，直接不沾酱不行，少了一个味道。
他在士林区承德路四段。嗯，那里这么多烤鸭吗？都在那一块的感觉。像顺口，哦，他的甜面酱也，哦，吃起来比较淡，但不会盖掉烤鸭的美味。他的烤饼很难撕开，附上小黄瓜。哦，他附的是小黄瓜，不是葱段呢。炸鸭，炸鸭，真的，炸鸭是什么？有点干，对啊，还是要沾一下的吧。好想吃哦。好哦，我只开到9:30哦。小黄瓜觉得不行，真的吗？不行吗？我觉得会自己另外加，可是他没有放葱段，我觉得不行。他附小黄瓜这一点不会怎么样，可是他没有附葱段，对对对，还是有吧？这个看起来像葱段哎、欸，有啦，他还是有几个葱段，可能4节5节这样。你看，然后这个是葱嘛，这个是小黄瓜，对啊，还是你讨厌葱吗？为什么？就是要包葱才好吃，虽然它会呛呛的，而且有点没存在感，但是还是好吃。可是这一家就没有那么便宜，好想吃哦！等一下，这家是什么？你看它的鸭量啦 ！Oh my god， 这谁吃得饱啦？他怎么了？它的压量看起来就是不行哎，我拿到会生气，就跟我上次拿到那杯只有底下有一排小珍珠的那种心情是一样的，知道吗？可以聪明，假的。这是什么？我误会它了吗？没有四分之一呀。等一下哦，它，他竟然没有说他分量很少这件事情，可是他看起来分量就是很少，就是看起来那个心情不好，知道吗？我喝珍珠就是一定要可能一半，那样心情就好。天啊，他好棒！这样，然后这样子少一点点的话就哦，有一点少，忘记点料多的那种感觉，这样是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对啊，四分之一，什么东西呀、啊？超少的耶，珍珠奶茶不加珍珠，怎么叫珍珠奶茶？那你喝的是奶茶好吗，先生？先生，不要闹了。Hello， 小贤。啊！天哪！等一下，好，结束它。哦，这个就比较好一点。哎、欸，等一下，大同区那边很多烤鸭哎、欸，它看起来就比较多，可是它的肉看起来没有很多汁。怎么样？它还附了这个是什么、啊？洋葱哦，这是什么啊？你看它的饼皮底下还附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有人知道吗？是洋葱吗？饿了，我也饿了，哦，好饿，哦，好好看哦，哦，不是，好好吃哦，哦，不是啦，哦，洋葱哦，哦，哦，可是它看起来很薄哎，但它全鸭也要580，半鸭320，差不多，好像台北都是这个价钱，对不对？越看越饿，对，饼皮很小，很少，也很小，哦，嗯，这个头前庄烤鸭，哦，它半鸭290，评分没有很高哎，它，而且好油哦。它的溢出来那个油，那个油在那个旁边，看到吗？这个不差那一两百块，你是不是很跟我很不熟？怎么可能不差那个一两百块？差很多，知道吗？没叫我 bro 来，我的 bro 喜欢吃烤鸭吗？他刚刚前面有来呀、啊，后来走了是不是？ Hey bro， 我的 bro 走了。
我又看到一家很少的，而且它的炒的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吃。哎，等一下，我这样子讲人家是对的吗？对不起，但是你看看起来就没有的很好，对吧？三重区，它叫新轩烤鸭，不知道，可能。刀工看得出来不太利落，好，刀工的问题啊，然后不要放店名，可是我已经讲出来，来不及了。他说其实还蛮好吃的，酥脆香辣，为什么会香辣？你心里想，哎，不要这样嘛。嗯，这个有加高丽菜。这家有加高丽菜，它的炒的里面不是应该加九层塔吗？有高丽菜是蛮开心的啦，但是，但它的肉看起来蛮好吃的，应该吧？在大安区，金厨北京烤鸭，好贵，也还好，其实全鸭600块，还好。不欢迎你，他不会知道我说了什么。肉看起来有点柴，不会哦，看起来而已，还好。外带之一，没事别吃。这个被列为没事别吃是不好吃哎。是吗？他好坏哦，龙都太贵了吧？龙都全鸭要1688，九层塔跟重怼啊，摩拳擦掌，有中意的，就是我刚刚截图了的那个。在哪里去了？忘记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在哪里啊？鱼记烤鸭吗？鱼记是吗？好贵，对啊，好贵，吓死人了。才能吃，没事。超冷，小明，你弱掉了，小明。鱼记烤鸭是吗？是这家吗？是哎，很便宜，所以说要去吃，对吧？谢谢笑笑的小浪花，谢谢阿米的温手礼。抱歉，没事没事，等一下。好了，看完了，好饿。OK， 时间差不多，差不多就看完了。还有什么想看的呀？什么想看的呀？甜面酱，甜面酱怎么做？好，我要来查查看，看有没有人要理我，我自己找。甜面酱做法，哦，是哦，他说加，等一下哦，在哪里啊？盛4勺面粉到碗里待用，面粉加入水调成稠状，水与面粉比例是1:3，用手搅拌均匀，把面疙瘩尽量搅散。
加入四勺老抽，加入五勺白糖，锅里倒一点点植物油，然后把面糊倒进去。哦，这么麻烦哦，可是看起来好好吃。面面加两，什么鬼？什么啦？什么啦？おやすみ。哦，好酷哎！面糊一下一定要调的稀一点，不然一下锅就整个结块。原来里面有面粉哦，我现在才知道呢。出言不逊，真的哦，我知道那个骂人的那个，对不对？那个我知道。甜面酱沾小黄瓜超好吃。我妈咪的吃法是加芭辣，但我的芭辣还好，没有说到特别加粉，就是哦有一个芭辣味这样。好吃好吃，好饿好饿。啊、哦，我的巧克力牛奶还没喝完。不是甜面酱加芭辣，是吃烤鸭包芭辣在里面。我妈咪喜欢包芭辣在里面，一张饼皮。我们上次回花莲加的是什么莴苣？不是什么生菜，什么菜？包了一片菜。一张饼，一片菜，一片肉，沾一堆的甜面酱，一堆的甜面，然后放一根葱，放一根小黄瓜，包起来，哦，好吃。啊，奶油莴苣，嗯，然后我婆婆突然吓到我那种，天哪，这个菜很好吃哎，然后她就说她吃得很开心，就是那片菜让她吃得很开心。他觉得那个菜这样包肉很好吃，比包饼还要好吃。但是我觉得饼蛮重要，就是一鸭三吃，就是不能忽略它的每一个东西这样子。但我以前吃一鸭三吃，我不太会吃炒的那个东西，因为我妈咪他们都会点辣的，所以我就不太会去吃那个。但是现在就蛮喜欢吃，而且我之前不太喜欢啃骨头，现在就哦还可以这样。什么？玉玉的鞋子没有带进来啊？没有啊，没有吧？奇妙的口味，对。点辣就少一个小鬼分着吃计划糖，差不多是这个概念。我的婆婆很可爱，她其实很喜欢吃一些比如说薯条、咸酥鸡、洋芋片之类的东西，就是一些垃圾食物。但是呢，她因为她是我婆婆，所以她必须要禁止我吃这种东西。但是她就说不要再吃那种垃圾食物了，然后就边吃啊，说啊、哦、不要再吃了。我的婆婆很可爱，就是其实我都知道她很喜欢吃，然后我就会说我要吃麦当劳，他就很开心，可是默默跟我讲要吃那个这样子的那种。他很喜欢吃麦当劳的炸鸡，是这样子的东西。对，结果自己在吃的，就是他自己真的很喜欢吃，可是他会阻止我，但是我就是通常都哦听听这样，因为会一起吃，都是我的，也没有。可是我婆婆食量很小，除非他那天心情特别好，像是比如说我上次回花莲，他心情就比较好，就会吃比较多，就是这样子的东西。Hello， 我们来念榜吧，各位。
好哦，要念榜喽。跟酗酒的人一直叫人戒酒，没有那么严重啦。好，谢谢燕子的小仓鼠车车，来哦，五四三二一，念。只有十三人了，有人要送吗？面板 over 授权，好好笑。没关系啊，十三人就十三人吧。来吧，第十三名是钟颖，谢钟颖。十二名是燕子，谢燕子。十一名是思源，谢思源。第十名是笑笑，谢笑笑。第九名是天佑，谢天佑。第八名是樱桃猫，谢樱桃猫。第七名是米酒，谢米酒。第六名是柠檬，谢柠檬。第五名是阿米，谢谢阿米。第四名是社长，谢谢社长。第三名是 Sparky， 谢谢 Sparky。第二名是点，谢谢点。第一名是小蓝，谢谢小蓝。好嘿 ，over 是职业病，好笑。谢谢你们 ，Hello 博翰，我要下播了，博翰。谢谢大家。哎，突然，谢孝贤的什么？噗噗台北？为什么是噗噗台北？谢孝贤。等一下啊！谢孝贤。刚刚就来了呀，不是吗？前面就来了，拜拜，拜拜，晚安，礼拜五见 ，OK， 礼拜五晚上八点呢，八点，不是戳到自己，八点，戳到自己是哪周？好，八点，很常听到 over， 真的。为什么要贴的驾驶室？好像奇怪的人。礼拜五见，晚安。拜拜。